台湾现在能源政策是一塌糊涂，就是因为民进党的党纲里面两个神主牌，一个是反核能，一个是台独，这两个神主牌如果不拿掉的话，台湾的能源政策迟早出问题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。桃园接连三天五次大停电，台北市的东区也停电，总共加起来是六次，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停电，就是桃园的新屋都停电。在这一种情况之下，台电公司的总经理王耀廷宣布请辞。宣布请辞消息传出了以后，葛奎、陈建仁打了一通电话给了王耀廷，就免于未留吧。事实上这通电话是需要陈建仁打吗？他的顶头上司是有两个，一个叫做王美花，一个叫做曾文生，一个是经济单位的，一个曾文生是王美花的副手。那显然王美花也好，显然曾文生也好，对于这种事情他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只有让陈建仁打个电话请托王耀廷，台电公司的总经理，你能不能不要辞，在这个敏感的时候，况且又是政权交接的时候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美国的媒体彭博社也发了一则新闻，未来台湾的缺电会成为新形态。因为这个是在415以后，415台电公司的备转容量已经到达了个位数，况且是非常低，临时又向企业买电，一度12块，他自己发电的成本大概3块多，然后去买电是12块，你买电就是意思那是什么？他的供电能量已经有了问题。可以这么说了，王耀廷这一次下定决心辞职，主要是他的长官过于甩锅，无论是王美花，无论是曾文生，通通甩锅给台电公司处理。因为王耀廷他是从台电基本员工做上来的，他对于所谓的供电的设施，对于所谓 台电的备载容量跟台电的电力问题，他是一部活字典。他会逼的请辞，主要就是对他长官不满吧，不能够甩锅给台电。那现在大家对于所谓的停电也好，缺电也好，好备转容量啊等等，那些都是讲这些专有名词。但是回过头来说，现在台湾电力公司本来是最赚钱的一个单位，现在它亏损连连，几乎把所有的老本都要亏光，如果不是政府补贴的话，因为台电公司应该宣布倒闭，但是它是大到不能倒的地步。因为为什么？电力的供应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，如果没有电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你很多投资者的考虑啊，投资者的考虑不会选择这个地方。甚至于张忠谋都在讲，台积电也面临了资源的问题，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影响，另外一方面他讲的缺水、缺电、缺地、缺工、缺人，再加上缺技术，这些我过去我都讲过了。我们现在是来看台湾的能源政策，台湾现在能源政策是一塌糊涂，就是因为民进党的党纲里面两个神主牌，一个是反核能，一个是台独，这两个神主牌如果不拿掉的话，台湾的能源政策迟早出问题。为什么迟早出问题？第一个，台湾想要开发新兴能源跟再生能源跟绿色能源，那偏偏这个是缓不济急。那其次，台湾核四什么时候重启，加上核一核二核三有几套基础已经要准备除役，台湾的电力真的是不够，台湾的电力是不够。那当然王美花讲啊，因为地震我们机器设备的损害，所以造成了停电的现象，你不能够算在我们的身上。大家现在跟你讲的是说，台湾你能不能保证不缺电？他说520之前他可以保证，520之后不关他的事。你看看
就有这种官员，我只能保证我任内一定正常供电。但是现在的正常供电，因为我有学生就在台电，他是跟我讲，每一天五点钟到晚上十点钟，他们全部提心吊胆。为什么？他希望大企业能够减压，能够少一点生产，顾及到民生。因为他一跑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停电的话，台电会被骂的臭头。当然台电也有人看不过去了，你就是靠我这个电力，然后让你骂人，我觉得台电公司有点过分。他只要缴了费，你应该保证供电稳定嘛。现在台湾是每天到了五六点到十点之间，台电都在提心吊胆，要开始进行调度电力。那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，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，台电也苦不堪言。那这是因为桃园三天停电五次，加上东区的台北市东区的这一次，就造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不能解决，那我干脆走就算了吧。我况且他的退休年龄呢也到了嘛，他的退休年龄他也到了，他就干脆走了嘛。那给未来的谁要接这个位置，那你去烦恼。那事实上他的建议，请问他的长官听吗？他的长官只是你不能够给我停电，但是却不考虑有没有缺电的问题。这个巧妇难以无米之炊嘛，原因是在这里嘛。这个就是说要从台湾所有的从头的能源政策你开始研究起嘛。既然你不重启核电的话，你要有替代电力嘛？那你的替代电力那是什么？再加上台湾地震频繁，最近又进入了地震高峰期，你的居住设备一定会出问题。还有台湾耗费那么大的火力发电、燃煤发电，你说2035年进行到所谓禁排阶段可能吗？完全不可能嘛。所以因为一个错误的决策，你造成了无可弥补的遗憾，这个责任谁来背？一旦发生问题你还指责台电的时候，台电总经理那除了走，他有什么办法能够把电生出来？民进党过去用爱发电、用废发电，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。那未来你赖清德你上台，会不会缺水？会不会缺电？会不会缺土地？这是企业经营的必备条件。有没有干净的空气是赖清德必须要考量到的。那这个挑战，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说，如果民进党不改变他的能源政策的立场，这个问题永远存在，而不是王耀廷个人去留的问题。